我们上一集说到，杨坚呢派出韦孝宽、高炯等人呢就平灭了尉迟迥，等这个三总管的叛乱，一时之间呢威名广树。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的意义大不大呢？非常非常大。首先呢，经过这场战争之后啊，杨坚控制下的北周对于新征服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固了，特别是先前北齐的旧地，这些新征服领土对北周的忠诚度呢是一直比较低的。经过这样一场平叛战争，北周对这些新收服地区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其次呢，经过这场战争，杨坚的个人统治更加稳固了，他就干脆以周敬帝的名义废除先前左右丞相这种设置了，自己任命自己为大丞相，就他从前是左大丞相，现在把这左去了，等于就完全摆脱了北周朝廷的内部其他大臣对自己的制约。同时呢，杨坚还委派他自己大儿子杨勇担任洛州总管和东京小冢宰，让他呢就统管北齐的旧地。由此一来呢，杨坚家族的势力也就延展到北周的整个东方地区。第三呢，通过这场战争，杨坚得以从容认真地考察他自己的心腹干部，还有鉴定的敌我部队。因为三总管起兵啊，北周的朝臣和地方大臣这个时候必须明确表态，不容得任何人有任何犹豫。由此呢，杨坚就可以迅速地鉴定敌友，消除政治隐患。第四呢，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啊。通过这个战争呢，使得杨坚就发现他自己统御了一些真正的人才，由此他才知道，先前辅佐他自己进入朝廷啊那两个小人刘防和郑义啊，根本就不是忠直啊这样的臣子。关键时刻呢，这两个人手鼠两端，胆小如鼠，平时只知道收受贿赂、把持朝政，没有一点政治责任感，根本就帮不上大忙。所以呢，刘防和郑义啊，他们搞阴谋诡计没问题，建功立业根本就靠不得这俩人。谁行呢？李德林、高炯。你看经历的三总管之乱，能够发现这两个人才，其实呢对于杨坚就已经值了。公元580年九月初九，得知司马萧难已经跑到陈国去了，杨坚这阵儿马上就以这个小孩子周定帝的这个他的这个皇后司马氏是叛臣之女啊，以这个为由头，然后他又以小皇帝名义下诏，把自己这个小皇后给废了。这个时候呢，北周的宇文宗室的力量已经被摧毁殆尽了，地方反抗的势力基本平灭了，所以杨坚篡周自殆只剩下时间问题了。公元580年九月29日，杨坚呢被任命为大丞相，实际上呢他自己任命自己。10月10号，官位呢又加上大冢宰。这是北周官职系统当中的最高职位了。12月13日，杨坚爵位又提升了，成为隋王了。他从前是隋国公嘛，是公爵，如今变成王爵了。一转过年来，公元581年，小皇帝周敬帝的年号改元大定。大定元年2月9号，就以周敬帝的名义下诏，把杨坚大丞相的职务换成相国，而且呢见旅上殿，赞拜不明，加9次之礼。杨坚呢，这个时候还可以见天子旌旗，出警入壁。从这个仪式的这种层级上看，基本上就是准皇帝了，完全就是从前王莽篡位那个翻版。到了这一步，杨坚肯定是要改朝换代了。古人迷信，当皇帝更要讲究。这个时候呢，朝廷内专门负责观测天象以及负责天文历法的大臣，有叫于继才的，马上出来拍马屁，认为二月甲子这一天最好，非常吉利。加上这年的二月甲子日呢，又是惊蛰这个节气，阳气复苏，万物萌动。特别强调的是呢，从前西周周武王就是二月甲子这一天继位的，周朝享国800多年，隋王在二月甲子这一天改朝换代，肯定大吉大利。这个时候呢，那北周那小皇帝，这8岁的周敬帝还是个小孩吗？只能任由他这位老爷辈的大权臣和他手下人安排了。杨坚的心腹李德林呢，就替小皇帝起草了一份呢禅位诏书，
然后当着群臣的面让李官大声读了一遍，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命不长，唯德是福，如今的天意人心都已经在隋王这边了，我呢这个米小孩作为皇帝决定禅位于隋王。小皇帝给禅位诏书当众一宣读，杨坚假模假式在履行那一番三让的礼仪，然后就在二月甲子日，就是2月13号这一天，接受了北周的传国印玺，他自己呢正式称帝。杨坚建立这个新王朝啊，就叫隋朝。在中国古代呢，新王朝的这个国号往往根据这个开国皇帝在前朝的封号而来。杨坚的封号原先就是隋国公嘛，后来变成隋王，所以他的新王朝呢就叫大隋。而他原来的隋国公和隋王，就是随便那个隋，就是走之旁那个隋。杨坚呢当皇帝之后，觉得这隋字不吉利啊，这个隋字带走字边了，我建立的王朝哪里能说走就走？不行，我要改。同音不同字，就改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隋朝这个隋了。我们站在马后炮角度来讲啊，你换什么字都没用啊，最后呢，可能也就是天注定了，还是说走就走。杨坚把这国号定下来呢，还需要定一年号，定什么年号呢？开皇。所以他称帝的这一年就叫开皇元年。开皇什么意思呢？首先从佛教意义上来讲，开皇的意思就是圣皇起运，向法载兴。要知道杨坚本人他出生在寺院里，小时候还是尼姑抚养大的，所以他对佛教非常有感情，本人他又是一个佛教徒。同时开皇也是个道教名词，根据道教那灵宝经，天地之间每40亿万年就是新的一劫，而每一个新的一劫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年号，开皇就是历劫之后的年号之一。由此呢，杨坚也向当时国内那些道教徒示意，我大隋创始就是一个新的结束开始了，这结束41亿万年啊，我大隋永永远远长兴长隋。杨坚当了皇帝呢，确实大富大贵，可以想见杨家人啊，应该个个都是兴高采烈。还真不是，有一个人就非常非常不高兴。谁呢？就是杨坚的亲闺女，北周的皇后杨丽华。和她刚猛强悍的父亲相比，杨丽华这个女人吧，实际上是个非常软弱的女性。她在老公周宣帝在位的时候一直忍气吞声，好几次差点没被废掉。所以呢，周宣帝她老公暴崩之后，她坚决支持的父亲杨坚辅政，希望父亲能够在大周王朝和自己最艰难的时刻啊，这个时候帮助自己的忙。但是呢，随着你看时间的这个千年，他逐渐发现自己的父亲杨坚对于大周是想取而代之的，由此杨丽华的态度就变了。我们要知道古代道德观就是女子出嫁从夫，杨丽华呢作为宇文家族的媳妇儿，又是皇太后，她当然谋求北周皇族的利益。此外呢，如果父亲杨坚改朝换代变了天，他作为前朝太后，那算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周书后妃传》中就说啊，这杨丽华发现他爹杨坚要对北周图谋不轨啊，愤怒形于颜色。等到杨坚改朝换代之后呢，他表现的也是格外愤愤不平。别人对自己当皇帝不满意，杨坚肯定马上整族诛杀，但对自己的亲闺女，杨坚心里实际上还是有愧的。他当上皇帝之后呢，重新封女儿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当时呢还打算给他再找一个乘龙快婿。对父亲这样一个建议，杨丽华是当然拒绝，严词拒绝。而后呢，他就以这个乐平公主的身份呢郁闷了此一生。你看，从前朝太后变成新朝公主，这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杨丽华这一个人。仔细分析呢，对于当时这么一个女子来说，哎，确实不是喜剧，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悲剧。我估计也在他父亲杨坚眼中，这个闺女只是辅助他篡位的啊一个工具而已。那么杨坚从他交招辅政开始，一直到他当上大隋朝的皇帝，哎，真期间的这个时间呢，一共才用了9个月。这在中国古代帝王创业过程当中啊，算是非常非常容易、非常非常快速的。得意之时呢，杨坚这个时候已无外忧啊，开始大杀先朝，就北周的宗室。杨坚杀了多少人呢？共计杀周朝文帝子孙25家，孝敏帝子孙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
最后包括名义上他那外孙，就是刚刚他自己那个荒唐女婿，宇文赟生那儿子，就那宇文阐吧，也叫宇文衍，就那小孩八岁多八九岁嘛，禅位之后啊也被杀了。杨坚女婿周宣帝宇文赟呢，他还有另外两个小儿子还在怀抱之中，为了斩草除根也被杨坚啊派人加以毒杀。加上当时国内的宇文宗室啊，就是那叔叔，就基本上就是跟他们家也不是说特直系的，但是杨坚都不放心，诛杀无疑，成千上万的奉子龙孙都在一年多时间内惨遭屠戮。所以说皇室出身在太平年代啊，你这新朝一建立代表荣华富贵，一到改朝换代的时候，那意味着杀身之祸。为此呢，清朝历史学家有个叫赵翼的，赵欧北嘛，他就感叹，古来得天下之意，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富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一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说古来得天下还有比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更容易的吗？他就是依靠自己皇太后父亲身份，又赶上周宣帝暴崩，所以才在那些小臣郑义等人的帮忙下，哎，篡了位了，顺顺当当的当了皇帝了。但他最后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哎，确实是太不人道了，太惨毒了。所以说呢，由篡位而得国，杨坚在历史上的名声啊，在这一点啊，确实不大好。但是呢，杨坚把这北周篡了，建立隋朝，表面上是说偶然，背后我们仔细想也是有很长时间的历史铺垫，天时地利人和对他都有利，所以说在某些方面来讲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先前讲过，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内各民族分裂，到了杨坚这时候也应该结束了。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趁乱建立这个政权开始啊，十六国嘛，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后来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改革，但这改革呢成效很大，却触犯了当时六镇鲜卑族啊他们的利益，激起六镇起义，所以呢北魏汉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被迫中断了。再后来呢，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而两边的实际控制人高欢和宇维泰呢都是六镇鲜卑军人出身，由此呢西魏变成了北周和东魏变成了北齐。他们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胡化倾向，就好像都是开历史的倒车。那么西魏权臣宇文泰以长安为基础建立府兵制，就一反孝文帝改革时期那种改胡姓为汉姓，把当时所有的鲜卑旧姓全部恢复了，还给当时领兵的汉人将领都赐给这个胡姓。所以说当时杨坚他爸爸杨忠赐姓为普六如嘛，所以一个叫普六如忠，一个叫普六如坚。当然我们要提一句的是，就西魏在宇文泰的统治下表面上胡化好像挺严重，实际上他们统治的整个关中地区实际上一直是在汉化过程当中。相反呢，北齐的高欢还有他儿子建立的北齐的高阳，虽然说他们皇族你看都是汉人，但在统治地区这些人是真正实行历史的倒退的胡化。而北周呢，从宇文泰西魏时就逐渐汉化，过渡到宇文泰的儿子周武帝宇文邕那里，连军队重要的构成都完全汉化。到那荒唐皇帝周宣帝宇文赟，你看这小伙特荒唐，但他对周礼绝对是发扬光大。他最后怎么当皇帝，竟然是穿着传统典籍上记载的汉人衣冠登基的。正在他的统治时期，北周百官的官服包括那些名字都是从胡服胡制改成汉服和汉制。所以说呢，虽然当时杨坚的名字叫普禄如坚，但杨坚他从原始出身来讲就是汉族，所以啊，他当时肯定能够得到当时北方广大汉人官民包括军队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呢，他身上和后代儿女身上都有鲜卑人血统啊，所以胡人方面呢也不会拿他当外人。杨坚呢是关陇贵族出身，他爸爸杨忠呢武川镇人，而由武川镇这些军阀建立的西魏政权呢，这个籍贯就是金字招牌。所以上面分析的由此种种吧，杨坚啊建立了这个隋帝国，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怂人走狗屎运，顺风顺水撞大运弄上的，实际上背后是几十年甚至是200多年积累的这种艰难，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杨坚称帝之后呢，移风易俗，革新政治，确实是大有作为。第一呢，他进一步下诏恢复汉姓。杨坚称帝前的这个580年年底，他当时就以小皇帝周敬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命令在西魏时期改了胡姓的汉人全部恢复原来的汉姓，所以他本人呢，当时就从普六如坚变成了杨坚。这招举措政治意义非常明显，就使得当时中国北方汉人重新恢复了民族荣誉感。同时呢，杨坚还宣布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改行汉魏制度，实行三省六部制，重新规划职能部门，恢复汉人原有这种管理体制。毕竟汉制在当时啊，那绝对是属于先进的一种政治制度。称帝之后呢，杨坚虽然把北周宇文皇族诛杀殆尽，但他对于从前老同事啊还算宽容。毕竟大隋是从大周脱胎而来的，有人对旧王朝存在感情也是能够理解的。只要你肯为我自己的杨氏大隋新朝效力啊，机会一定给你。借此呢，还可以笼络人心。所以他手下当时大臣有个叫于庆泽的，就一直劝杨坚把宇文氏啊全部杀掉啊，以绝后患。对此呢，就近几年来一直作为杨坚心腹李德林啊持相反意见，就反对杨坚滥杀无辜。但这时候的杨坚就根本听不进去李德林的话，怒气冲冲回了一句：“君书生不足于一死，啊，您是书呆子，我不值得和你商量这样的大事。”而后呢，杨坚就等于是把宇文氏皇族杀个精光，包括禅位给他自己的名义上的外孙子那小孩子周敬帝。无论如何吧，杨坚建立了崭新的大隋王朝。虽然说这大舞台一上来开眼就血迹斑斑，毕竟呢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呢，皇帝杨坚呢才多大啊？才39岁，绝对的盛壮之年。为了便于统治呢，杨坚就不断进行改革，把北周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度变成州县两级制，还下诏呢一改先前地方高门大姓把持一方的局面，对地方左官呢实行中央任命制度。在开皇三年，隋文帝把全国508个郡全部撤销了，由此呢实行了这好几百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就变成了隋朝的州县两级制。这种行政层级的减少，实际上大大缓解了地方行政开支，对于隋朝老百姓来讲实实在在的减负，同时呢也加强了中央集权。除此以外呢，隋文帝杨坚还下诏改革这个法律制度。前朝北周在那周宣帝那小伙子时代出了名的严刑酷法。我们先前讲南北朝历史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周宣帝宇文赟动不动就把犯人一顿天杖。什么叫天杖啊？240下大板子，基本上没人能活过这顿大板子。对此呢，杨坚是记忆犹新，他就马上命令宰相挂帅，集中专业人员精心修订法律，从疏从简，把北周原来那科系的法律从1800多条减少到500条，删出了1200多条律令。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隋文帝制定这个赫赫有名的开皇律，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法典，可以说是奠定中国古代法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包括后来唐律、宋律、元律、明律等等，基本上都是依据开皇律的基本精神拟定的。所以开皇律是中国古典法系的里程碑。杨坚呢铲除异己，确立新朝了，这过程当中呢确实算得上血淋淋的。但杨坚这个人在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啊，绝对还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在行政层级上进行革新，制定了开皇律，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新王朝呢就豁然开朗，全新的呢就出现在世人面前了。当然了，一个王朝就跟一个大公司一样，只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总裁新董事长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才。那么在隋文帝的心目当中他的那个人才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